在民国差不多在六十六年至六十七年这个中间吼，都有崩山，遐有一间宫庙，到一个砖头。哎，你个砖头吼，都拢未平安。啊，未平安的时阵，因有咧种田，也好，讨海也好，种田的未收成嘛，啊，讨海掠无鱼啊。按你的砖头正无平顺的时阵，煞因的村民来，因遐有佛财神观音嘛，较早啊来指示，叫着来西河镇，哦，来请西河镇的圣王公，因村内的人的老大，哦，啊，亲身来西河镇拜访，啊，来遮讲啊，要请圣王公来因崩山遐加安置和好势，哦，因遐有留一挂代志。啊，西河镇的较早的老大，哦，啊，就听到安尼，啊，来请示圣王公，圣王公嘛讲好，啊，无即日，哦，看某时某日，较来管大家，因为西河镇若要出门，一定是大家甲手家的人，伊拢共一体啦。大家出门，伊的主体是扫毒者的歹物啊，有诶无诶，手家会当写字。那要问事，就一定要问手家。啊，那要创啥，要掠只凶神恶煞，伊大家你系较紧。啊，这顶大家甲手家是安来配合呢？西河镇自古早以来，大家甲手家就是连做伙共一体。因为大家这出哩神秘桥，这代手家未输正道旗啊！伊啊手家是安来会配合伊呢？就是讲去到人的家，啊，迄间厝啦，伤细间，伤细间的时阵，灶卡啦、火啦，大家无法度通去入去，所以就是用手架入去，安尼较有法度通去里外内合啊。哦，这是大家甲手架的配合的奥妙。啊，伫咧崩山海阵的时阵，因为阮去到崩山咧巡海的时阵，大声巡海，啊，巡海的时阵拢阿未。开始要去这外城的时阵，迄阵伊的海影是安尼，白白鸟，像咱的卡巴安尼鸟。一个孙悟空迄阵画一个一面七开始，哦，唔知影讲迄影安尼一影过一影，爱经手机我看，大家乌起，阮的人员拢伫遐，迄足精彩的啦。迄啦，当初时哦，有尾巴翕起哦，我真唔免讲到遮尔啊辛苦啦。因证明哦，我较会惊啦。迄用一起一家生一家腰哦，腰因就咧惊啊，因为腰来开始会消高弄迄落用。到迄阵因的村民啊咧看较会惊，惊到大家一定爱白红绳啊，哦白咱的红条，一个又一个。哎，到尾遐个用，你啊看迄顶大家偌悬。一家迄顶大家扛伊袂得看，迄个阮有相片为证，所以讲大家甲手家一定会配合，大家走一边，手家走一边，乌旗围一边，会甲这物件啊一直呼，一直吸啦，一直缩起来。所以崩山海阵，手家甲大家离不了，乌旗嘛离不了，乌旗就是迄个孙悟空的中央军啊，一定爱派军，爱派兵力啊。开始在抓，伊才有水鬼嘛，有冤鬼嘛。啊，大家在抓的时阵，哇，遐一挂亡魂野鬼啊，伊嘛要有孙悟空牵住啊。抓到了，结束啊，应兵情啊。迄是咧奇迹，是咧奇迹安尼。啊，来较落尾手，海只海鹰只解决啦，较去顺入去因村内，顺入因村内，因村内有一间庙宇。迄阵也被人侵占啦，阿妈圣王公伊较处理的，嘛伫因的庙宇遐处理了，伫遮周围拢处理了，较起油顶恶鬼的站进油顶，安尼较收煞。哦，啊，崩山海阵拄啊到遮安尼啊，大约啊。